此次下线的首批碳纤维重载铁路货车，其车体自重较同类型的铝合金或钢材材质的铁路货车降低了20%以上。针对铁路货车没有电源这一工作特点，我们还创新研制了能够实现自发电技术的车载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对车辆运行过程中关键核心参数的自主掌握，为我国轨道交通绿色低碳智能化发展提供先行经验。我们通过这些车载监测设备的应用呢，能够实现对车辆技术状态的实时感知，那么也就推动了我们车辆检修模式由以往的基于时间的计划检修模式，向现在的基于健康状态的智能运维迈进。